大家好，我是康康。今天呢，干了一上午，干了几个小时吧，拉了有四车活。拉之后现在没单子了，在家里等着呢。然后我一个亲戚，就是我们一个庄的，然后他给我打个电话说，那边有个老驾驶员在这边，因为是右转弯嘛，那有红灯，他没有注意，结果闯过去了，被交警抓个现行，然后就扣了六分之后。现在想去从网上学习一下，然后把那个分给减掉。这个东西我也没有操作过，我就知道有这么回事，但是具体怎么实施的我也没有试过。我就是到那里帮他弄一下，看看这个减分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减。他们三个在那等着呢，让我帮他去做一下题，等一下题就帮他做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扣，能不能减掉。要简单的话最好。做题他做题无所谓，这东西做题不是得半个小时了，你听见他堵哪门了？你这个我知道，这个不是做题学出来的，这个是深圳的，不是做题的。好，开始看，你也想看，就是做题，答的二道题，我听你说啊，他那都。看够三分钟视频之后，然后才管你做题打分。你念只管申请一回吧。哦，是的，一回只能六分，考了不能。那200块钱可发完再自己找。那得自己掏，嗯。好，来，对，开始了啊！你不是做了吗？你这开始做题是吧？嗯。点。枪开始了啊！啊、嗯。给，交给你，交给你。这有时长，有限制时长了吗？有。到拍照你再给我一下。安装了世界上最早的由红色和绿色旋转方形玻璃组成的交通信号灯。它有一名手持长杆的警员来。转换灯的颜色，进向右比了，红灯表示停止，绿色表示通行，并于当年12月10日起正式使用。这是我们最早的交通信号灯。这个学法减分是这么回事，是在手机上点击那个学法减分之后，它会出来那个让你看视频，你看完半个小时的视频之后，会出来一个那个考试，就是说你。他给你随机出20道题，20道题有单选的，有多选的，有判断的。这个题比考科目四要稍微难一点点。如果你做对的话，做对18道的话，就可以减掉一分；如果做不对的话，你就还要再接着看30分钟的视频，然后再重新做。这个我刚刚帮他们两个做了一次，帮他们俩一个人做了一次，也没有做对，弄得怪不好意思的。我准备去练一练题，在百度上搜索一下题库练一下，然后再帮他们。那个学法减分是不限制次数的，但一年最多只能减6分，就是说你可以一天然后就看半个小时，用3个小时时间把它给做完，做完之后然后这一年就不能再减了。